总听老辈人说牛头山什么什么的，可咱也没见过嘛。所以大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拼一个。家人们晚上好，这里是 PS 灵感库，每天一分钟，从基础到大神。此时我们继续拼凑我们预想的山脉，天空中的云层加强立体感，拿出我们珍藏素材牛头，用蒙版和画笔融合边缘，调整牛头到理想的角度。山脉不合理的地方咱们慢慢擦出融合，选取山脉高光部分，降低亮度，根据光源角度重新绘制高光。给人物换上新的皮肤，最后上成品。